今年过年，我儿子把她带回家，哎呦，简直让我心凉透了。根本就是一个没家教的大小姐，一进门就往屋里一躺，什么吃喝拉撒全要人伺候，连洗脚水都要让我儿子给她打，使唤着小丽还要使唤我，这像话吗？我儿子要是要了这个小玲，那他这一辈子就完蛋了。看你们那样，都是你的原因。什么我原因啊？那你回家这段时间你是怎么做的？那你看，你看你妈怎么说我呀？我夹在你俩中间，我不为难呐。行，你妈凭什么这么说我？怎么就你在家怎么干的呀？喂，我夹在你们俩中间很为难，让我喘口气儿吧。问你一个问题，这么讨厌一个男人，分手你干嘛不分啊？不分。他要跟你分，你怎么着啊？不行，我对他也挺好的呀，怎么了？凭什么对我这样？不是，你跟我说一件你对他好的事儿好吗？你说平常他喜欢的衣服都舍不得买，我第二天就给他买回来了。你还有吗？平常水电费什么都是我交的。还有吗？那他晚上睡觉，有时候我怕他冷，我也给他盖被子什么，很多东西啊。他为我做那些，一男人为我做那些不行吗？可以，只是他不太愿意。你们来吧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